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这个是封印战域60 level 第二战域全主角成就，出场阵容有二妹、雷丁、黑毛、奶骑和尼亚娜。咁呢关个主要威胁啦，就嚟自左上方嘅魔女。咁佢系走三步啦，射七格嘅超远距离死神之足，咁就系施加嘅治疗反转。咁即使系打中咗，即系打中咗你个保师身上面啦，咁你当呢位保师要作出治疗嗰阵咧，就会反过嚟转为伤害嘅。咁其实你只要计好呢个距离啦，喺个魔女差唔多嚟到我方身边嗰阵。然後用二妹，其實或者用克里斯可能會更好嘅添，咁佢將佢一擊秒咗就可以噶啦。咁影片裏邊啦，用咗尼亞娜嘅再行動去輔助呢個二妹上前打魔女嘅。咁祝大家順利通關，拜拜。ご命令を。これが私の信じる心です。準備は。そうだ。できたー。みんなの足手まといにはならないわ。行くぞ。